算命呢？哎，姑娘，你算命吗？准不准啊？我还相信我。真的假的？算你今天是不是没男朋友？嗯，对不对？我算了好几次了。啊，那你今天我保证给你算一次。来，看看你的手皮啊。哎，你算命是？我都30岁了，还没有男朋友，我都急死了，我都快生女了，嫁不出去。今年会好，嗯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今年。什么时候有一个亿啊，或者几百万也行？马上，很快的。哎，这个你看看，你的事业线一帆风顺啊，这个理想线呢也非常不错，就是爱情线。爱情线怎样？近在眼前啊，近在眼前。在哪里啊？近在眼前。哪里啊？近在眼前嘛，近就。你一个算命的。哎呀，我就是你的爱情线。不可能，真的你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耍流氓啊你啊！我算命关你什么事啊？人家小姑娘是。这么好耍的吗？觉得他是个骗子。上半辈子我们有缘的。他摸我手。他妈耍流氓是吧？你。